谁才是真正的天使？我是天使。天使？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？这世上真的有天使吗？嘿，我写一首歌，帮我听听看。我开始偷偷想你，我开始偷偷看你。How you like me now？ 我与你有何继续证明不？所有的纪念日记得清楚。忙忙碌碌，将爱麻木，可突然会想起了全部。How you like me now？ 我与你有何继续证明不？所有的纪念日记得清楚。我用官方的回答了他的废话，怕他嘴巴只会把录制为。You know you've got to sing along， don't you know baby， you've got to。你们要的高马尾合集来了。你喜欢的博主来拍，你知道吗？直到今天，你仍然是我拒绝别人的理由。我是天使。天使？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？这世上真的有天使吗？划走你就草率了。我是天使。天使？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？这世上真的有天使吗？How you like me now? 我与你有何继续证明？
两条街呢？你问我啊？对啊，广东茂名一条街不用打听。Scrabbling Scrabbling帮我看看这件新旗袍好看吗？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，何为幸福，又何为痛？颜值慢动作，神奇宝贝谁最红？打听打听小火龙。如果回忆容易，我会想你念你，假装你在这里。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。爸爸爸 I don'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。当我拍视频时遇到意外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个人怎么拍？我是天使，我是天使，天使，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？这世上真的有天使吗？你们都说有点像之言，那我就斗胆尝试一下吧。艾特你的 idol 拍这个。广州好街一条街，今晚唔赢就瞓街。我是天使。天使？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？这世上真的有天使吗？可突然回忆想起了全部。How you like me now？粉丝们都说你跟这个人长得好像，你拍一个吧。你想要爱揍吗？哦哦，快点要好的女生可吗？I got problems in the limo. She's a cocaine, my friend.
Drop。吉林长春一条街，打听打听 CHD。好幼稚，老师。这么潮牛的视频，确定不给你塑料姐妹康康吗？我是天使。天使？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？这世上真的有天使吗？